新北市汐止区秀峰国民小学第26届毕业典礼，典礼开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毕业生进场。校长致辞。各位应届毕业生、家长，还有秀峰的教职员以及其他伙伴们，大家好。那在这一波的疫情底下，大家辛苦了。今日的毕业典礼可谓是空前，因为这是第一次校方透过科技跟荧幕传递对毕业生的加冕跟祝福，祈勉今日师长温馨的爱意跟鼓励能够陪伴着毕业生勇敢无所惧地迈向国中之路，探索无边无际的知识宝藏。首先，我要感谢毕业生们能够恪遵校规，聆听教师的教诲，平安的成长跟成熟，让秀峰国小不负家长所托。其次，要感谢毕业生班的导师们以及所有的任课老师，以耐心跟爱心来陪伴孩子们度过迷惘的前青春期。再者，我要感恩由家长会长杨子怡会长所带领的家长委员们以及志工们以身作则，展现出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一个风范。最后，也感谢其他信任和支持秀峰国小的朋友伙伴们，是我们的共同合作造就了秀峰每一位独特的毕业生。在此跟毕业生们分享一些想法，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你人生的好朋友，或者是你迷惘时候的一个解方。第一个，学生时代要能够享受追求学问的乐趣，想办法做一个有能力受欢迎的人。第二个，要当个积极乐观的人，远离消极跟忧郁。
第三，要边走边看，及早去探索未来的志向，不要边走边叹息，忽视了眼前的美景跟希望。第四，敏觉知行保你一生，也就是要透过观察、了解、策略、行动来实践自我的一个人生。第五，要能够享受意料之外的喜悦，做一个脑袋能转弯、行动有弹性的人。第六个，要定下自己的人生格言，开始写下你自己的人生日记。最后，祝福所有秀峰的朋友伙伴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家长会会长致辞。各位同学大家好，首先祝福大家毕业快乐。因为疫情的关系，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实体的毕业典礼，但是这并不影响父母及师长对各位的祝福及期许。尤其师长们也尽力为大家录制了这次线上的毕业典礼及影片，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师长们的用心及祝福。再次祝福大家毕业快乐。颁发毕业证书，毕业生代表六年四班陈亮莹。毕业证书，学生陈亮莹，中华民国1997年12月15日生，在本校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给予毕业证书。此证新北市汐止区秀峰国民小学校长戴云清。中华民国110年6月11日。颁奖。市长奖，六年一班杨博勋，六年二班林芳瑜，六年二班蔡芷晴，六年三班于子怡，六年三班李以宁，六年四班张佩云，六年五班刘庭云，六年六班傅宇阳，六年七班邱唐恩，六年八班张如莹，六年九班王友玲，六年十班吴艺兴，六年十一班徐伟元，六年十二班陈梦玲。首先恭喜所有毕业生完成人生重要的阶段，迈向下个学期及更宽广的人生旅程。今年因为疫情，同学们没有办法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感谢您愿意与我们共同面对在家防疫，守护身边所有的人，才让新北市能够共度难关。同时在家防疫期间，让我们更熟悉使用数位科技进行学习，培养自己探索知识及终身学习的能力。疫情带给我们的危机，如同求学过程的种种挑战，只有正向迎战，多点关怀及体谅，以及坚持下去，才能共同迎向美好的未来。最后再次祝福所有的毕业生都能平安、健康、顺心、快乐，持续共同为疫情努力，守护彼此，新北加油。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那恭喜大家，那今年那个终于要从小学毕业了，那经过六年的学习，我们已经即将进入国中的下一个学习的阶段。那区长在这边还是要鼓励大家多念书、多学习、多运动。那当然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师长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那个在我们小朋友学习过程中的付出。那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那个疫情，那个我们也希望说它赶快过去，那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那最后再祝我们每一位小朋友红尘万里，谢谢大家，谢谢。议长奖，六年一班杨一奇，六年二班于若言，六年三班蒋维恩，六年四班刘子谦，六年五班萧瑞谦，六年六班黄云婷，
六年七班陈以恩，六年八班罗承恩，六年九班黄汉平，六年十班陈和轩，六年十一班曹炳英，六年十二班张安琪。校长、老师、各位毕业生，大家好。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毕业典礼。虽然我们的师长、好友无法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庆，但相信大家的心是紧紧相系的。未来，大家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但请坚信，雨过一定天晴。希望大家用心度过每一天，期盼大家在未来的路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天空。雅玲阿姨祝福您哦，毕业快乐。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佩如议员，恭喜各位同学即将毕业了，希望毕业后的你可以更了解自己，并且定定自己的梦想，朝着梦想前进，逐梦踏实，祝福各位同学梦想成真，我们一起加油。Hello， 各位秀峰国小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张景豪。今年因为比较特殊啊，面对疫情的一年，请各位同学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尽量少外出。那同时景豪议员要在这里勉励大家，在你未来路程上，你周遭这些同学都是你可以互相扶持的贵人，所以请你好好珍惜你旁边的这些同学们，还有你的师长们。最重要的，你有你的天赋，你有你的异禀，所以请你好好发挥你自己的所长。不管你现在书念的好或不好，未来只要好好发挥你的所长，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某个领域上得到你最重要的一个成就。然后议员要祝福大家鸿程万里，身体健康，加油。各位同学好，不晓得大家收到毕业纪念册了没有？过去我们收到毕业纪念册的时候，都会想在上面写一些祝福的话给同学，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想要把我祝福的一些话写在我的车上，希望能够占据大家一点点的记忆。用写的太累了，我决定改用画的。台湾的毕卡索即将在今天诞生。我们凡事先求一个圆，应该蛮圆的吧。好，画完了。我想要分享给各位同学的就是一个笑脸。我想毕业之后，各位同学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只会越来越多，难过与伤心的事也会越来越多。但是我想请各位同学永远不要吝啬分享你的笑容给关心你以及你关心的人。愿笑容陪伴在你往后璀璨的人生。毕业快乐！然后千万不要在你们爸妈的车上涂鸦，不然这会是你们人生最后一次的毕业典礼。局长讲。六年一班林芷琪，六年一班钟芷瑜，六年二班陈慧云，六年二班叶晨琳，六年三班林逸伦，六年三班叶佑廷，六年四班李玉婷，六年四班陈逸婷，六年五班苏杰宇，六年五班林淑慧，六年六班谢一佳，六年六班吴家安，六年七班杨新飞，六年七班李博彦，六年八班曹一成，六年八班黄博伟，六年九班陈品杰，六年九班吴廷玉，六年十班黄仲奇，六年十班谢佩竹，六年十一班阙同轩，六年十一班许杰柔，六年十二班黄轩晴，六年十二班刘淑璇。校长讲，六年一班高俊泽，六年一班吴余慧，六年一班徐静璇，六年二班苏胜宏，
六年二班陈佑倩，六年二班吴亦涵，六年三班王小竹，六年三班许佳颖，六年三班李佳琪，六年四班黄祖威，六年四班吴品轩，六年四班陈亮莹，六年五班江爱妮，六年五班高逸轩，六年五班李奇珍，六年六班刘佑瑞，六年六班翁雨欣，六年六班郝子涵，六年七班林书维，六年七班陈炳宏，六年七班杨廷玉，六年八班杨佳颖，六年八班胡维山，六年八班林怡景，六年九班陈品言，六年九班徐彩珍，六年九班赵鹏浩，六年十班张佑嘉，六年十班陈千涵，六年十班杨祖明，六年十一班林子欣，六年十一班孙志源，六年十一班叶廷瑜，六年十二班杨嘉玲，六年十二班唐千竹，六年十二班王少成。家长会长讲，六年一班马杰兴，六年一班黄绿璇，六年一班陈佑宏，六年二班李义恩，六年二班杨彩珍，六年二班姚亮慈，六年三班郭宇琛，六年三班郭新宇，六年三班黎廷宇，六年四班陈立轩，六年四班陈永兴，六年四班黄冠成，六年五班曾宇彤，六年五班陈冠硕，六年五班陈品瑞，六年六班叶宇成，六年六班李品珍，六年六班黄胜芳，六年七班谢浩年，六年七班蔡颖红，六年七班赖欣瑜，六年八班郭柔君，六年八班王佑植，六年八班余之余，六年九班林佩荣，六年九班陈以杰，六年九班梁日升，六年十班傅子雅，六年十班郑雨欣，六年十班黄千瑜，六年十一班张兆忠，六年十一班赖芷蕾，六年十一班林俊逸，六年十二班魏湘莹，六年十二班谢秉伟，六年十二班苏珊燕。校教师会讲，六年一班陈丽佳，六年二班黄少奇，六年三班黄威瑜，六年四班潘千瑜，六年五班林义任，六年六班林品琪，六年七班余敏成，六年八班张成豪，六年九班赖佩仪，六年十班许光瑞，六年十一班黄诗怡，六年十二班黄元喜。六年级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学校教师会的李义松老师。老师首先要恭喜得到校教师会奖的同学，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老师也期望所有的毕业生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追梦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热心公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才能让你的生命更有价值哦。最后老师也欢迎所有的毕业生，今天毕业了随时都可以回到秀峰国小，那跟你的老师聊聊天，叙叙旧。秀峰国小是你们永远的家，大家后会有期，拜拜。审发会立法委员讲，六年一班蔡雅璇，六年二班翁嘉恩，六年三班林千勇，六年四班周彻，六年五班林芷萱，六年六班陈怡珍，六年七班罗玉静，六年八班王玉桥，六年九班余成伟，六年十班曾玉恩，六年十一班陈炳宏，六年十二班谢文仪。赖品瑜立法委员奖，六年一班陈雨琪，六年二班林雨涵，六年三班韩明浩，六年四班黄义勤，六年五班涂云珍，六年六班许文兴，
六年七班舒凯欣，六年八班罗绿意，六年九班黄艺欣，六年十班廖品文，六年十一班温元荣，六年十二班林轩武。Hello， 各位同学，还有现场的爸爸妈妈，校长、主任还有老师们，大家好。那虽然很可惜的没有办法现场一起参与大家的毕业典礼，但是也希望能够用影片来为大家捎上祝福。那各位同学准备要从小学毕业了，其实跟小学差很多的是，当你进了国中、进了高中，它都三年三年，所以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是，你的国中、你的高中很快咻的一声就过去了。那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要进入人生一个新的阶段，那也希望说，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之后，大家可以开始摸索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喜欢的是什么。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跟过去也很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所以同学们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也可以慢慢的去想自己究竟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自己究竟喜欢的是什么。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毕业快乐。那最后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现在还在疫情期间，所以大家记得要戴好口罩，勤洗手，来做好防疫。新北市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奖，六年一班严汉玉，六年二班张君豪，六年三班邱世燕，六年四班张克宇，六年五班蔡炳恩，六年六班梁炳宏，六年七班谢定谦，六年八班翁以恩，六年九班周子欣，六年十班王俊宇，六年十一班任子轩，六年十二班张泽良。新北市汐止区中小学家长协会奖，六年一班卢冠宇，六年二班李佑恩，六年三班邓于恩，六年四班苏曼欣，六年五班郭宣成，六年六班廖逸轩，六年七班周品涵，六年八班陈维安，六年九班严允婷，六年十班杭品瑜，六年十一班陈炳瑞，六年十二班萧子琪。汐止教育会奖，六年一班王冠博，六年二班庞汉强，六年三班郭廷甫，六年四班陈芷元，六年五班周燕安，六年六班林伯言，六年七班郭成伟，六年八班金正华，六年九班孙芷杰，六年十班陈炳绍，六年十一班吴湘琪，六年十二班罗成哲。至善力学奖，六年六班廖逸轩。景堂基金会奖，六年一班王子维，六年二班林资君，六年三班林俊志，六年四班张玉林，六年五班蔡成义，六年六班陈云正，六年七班王博云，六年八班高露嘎巴，六年九班陈义杰，六年十班林子婷，六年十一班苏可欣，六年十二班周成君。汐止农会奖，六年一班张韶恩，六年二班谢志成，六年三班蔡永晴，六年四班邱浩琴，六年五班邱宝慧，六年六班陈其英，六年七班戴明德，六年八班林品瑜，六年九班简伟杰，六年十班林婉如，六年十一班陈佑君，六年十二班黄培恩。东山中学奖，六年一班翁世恩，六年二班魏宇恩，六年三班钟浩成，六年四班丁宇成，六年五班陈念义，六年六班王成泰，六年七班李成宏，六年八班洪成豪，六年九班陈宇成，六年十班吴伯生，六年十一班张瑞阳，六年十二班康瑞恩。
延平中学奖，六年一班邱敏贵，六年二班刘彩晨，六年三班楚品勋，六年四班刘芷瑜，六年五班傅立宇，六年六班林永然，六年七班庄一磊，六年八班王义成，六年九班林品轩，六年十班杨森瑜，六年十一班林瑜恩，六年十二班谢家俊。麦田文化奖，六年一班翁玉成，六年一班林彩轩，六年二班卓家伟，六年二班吴景明，六年三班蔡瑜晴，六年三班万家珍，六年四班熊芷晴，六年四班杨佑燕，六年五班陈伯安，六年五班叶雨辰，六年六班潘君慧，六年六班张雨山，六年七班赖玉成，六年七班谢成毅，六年八班李佩玉，六年八班林成汉，六年九班潘廷恩，六年九班陈俊霖，六年十班王正浩，六年十班王俊博，六年十一班夏雨凡，六年十一班蔡雨燕，六年十二班陈佳琪，六年十二班周英琪。爱心奖，六年一班周伯贤，六年一班林承勋，六年一班翁玉维，六年一班卢平，六年二班苏胜轩，六年二班苏子云，六年三班叶佑廷，六年三班郭允琛，六年三班林千勇，六年三班李佳琪，六年四班黄战志，六年四班潘千瑜，六年五班杨晨曦，六年五班陈思琪，六年六班林品琪，六年六班潘君慧，六年六班林永然，六年六班陈怡珍，六年六班张雨山，六年六班许文兴，六年六班黄胜芳，六年六班黄云婷，六年六班谢一佳，六年七班周品涵，六年七班赖欣瑜，六年七班杨廷玉，六年八班曹元硕，六年九班林嘉诚，六年九班郭百勋，六年十班黄慧欣，六年十一班陈奕勋，六年十一班余杰恩，六年十一班陈湘俊，六年十一班苏庭轩，六年十二班杨弘毅。勤学奖，六年一班林炳峰，六年二班张博尧，六年二班沈启华，六年三班韩瑞生，六年三班黄凯琳，六年三班陈世伟，六年三班王宣凯，六年三班谢成杰，六年四班陈其汉，六年四班杨宇恩，六年五班吴玉熙，六年五班赖可成，六年六班李家俊，六年六班陈宏硕，六年六班黄文玉，六年六班沈哲维，六年六班方子涵，六年六班杨博胜，六年七班林晨宇，六年七班许成伟，六年八班于伯恩，六年九班陈雅琪，六年九班彭国维，六年十班蔡其伟，六年十班萧德顺，六年十一班苏庭轩。服务奖，六年一班蔡雅璇，六年一班张少恩，六年一班翁玉维，六年一班翁玉成，六年一班林芷琪，六年一班高俊泽，六年一班陈佑宏，六年一班林彩轩，六年二班杨彩珍，六年二班李义恩，六年二班黄少奇，六年二班张君豪，六年二班吴景明，六年二班李佑恩，六年二班翁家恩，六年二班谢志成，六年二班林芳瑜，六年二班刘彩成。
六年二班叶成林，六年二班姚亮慈，六年二班陈慧云，六年二班魏宇恩，六年二班陈佑倩，六年二班林雨涵，六年二班苏子云，六年三班许佳颖，六年三班于子怡，六年三班蒋维恩，六年三班邱世燕，六年三班钟浩成，六年三班叶佑廷，六年三班郭允琛，六年三班郭廷甫，六年三班黄威宇，六年四班陈义廷，六年四班张玉玲，六年四班刘芷瑜，六年四班黄义琴，六年四班陈立轩，六年四班庄佩仪，六年四班李玉婷，六年四班陈永兴，六年四班熊芷晴，六年四班潘千瑜，六年五班江爱妮，六年五班涂云珍，六年五班林淑慧，六年五班杨晨曦，六年五班林义任，六年六班李品珍，六年六班沈哲维，六年六班叶宇辰，六年六班陈云正，六年六班刘佑瑞，六年六班傅宇阳，六年六班杨博胜，六年六班黄文玉，六年六班陈怡珍，六年六班张雨山，六年七班舒凯欣，六年七班罗玉静，六年七班杨新飞，六年七班蔡以红，六年七班陈炳宏，六年七班黄博云，六年八班罗承恩，六年八班王义成，六年八班林承汉，六年八班洪承豪，六年八班云之瑜，六年九班黄义兴，六年九班余成伟，六年九班陈品言，六年九班陈义杰，六年九班林品轩，六年九班周子兴，六年九班严允廷，六年九班陈雅琪，六年十班张佑嘉，六年十班廖品文，六年十班杭品瑜，六年十班杨孙瑜，六年十班陈千涵，六年十班郑雨欣，六年十一班陈佑君，六年十一班张瑞阳，六年十一班徐伟元，六年十一班张兆忠，六年十一班蔡雨燕，六年十一班夏雨凡，六年十一班阙同轩，六年十一班苏庭轩，六年十一班黄诗怡，六年十一班温元荣，六年十一班许杰柔，六年十一班曹炳英，六年十一班林子欣，六年十一班任子轩，六年十二班陈梦玲，六年十二班张安琪，六年十二班谢炳伟，六年十二班施承汉，六年十二班林轩武，六年十二班于汉琪。师长的祝福。好，各位同学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大家了，相信这一波疫情大家都感受到，各位匆匆的离开学校，那也就匆匆的毕业了，那在这一波疫情的影响之下，那大家都知道会有很多生活当中外在的因素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时时把自己准备好，提升自己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在走，自学力要有，所以主任这边祈勉各位同学能够时时的进步，保持进步的动力。那最后呢，主任要祝福各位同学身体健康，那人生一帆风顺。亲爱的孩子，恭喜你毕业咯，人生因为学习而更加的精彩，祝福你未来能够拿到更多张的毕业证书，将来如果遇到困难，也希望你能够秉持着坚毅遇难不退的精神，展现一起棒的你。
各位同学，恭喜你们即将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那人生就是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大家要继续保持学习，才可以继续往前冲。加油，恭喜你们。毕业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你们会面临不断的选择、决定以及学习。天地间这么的宽广，各位同学，展开你的翅膀去追寻你的梦想，不用怕失败。在这不平凡的年代，一定可以成就不平凡的你。我要祝福各位同学有一帆风顺的好运气，也可以有逆风飞翔的勇气。我爱秀峰，秀峰国小爱你。各位同学，好久不见，想不到这个防疫假放着放着你们就毕业了，想必大家也跟我一样心里有着满满的不舍。接下来你们升上国中以后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体验与挑战，希望大家有空回来跟老师们分享。最后推荐动物方程式的主题曲 Travising 给大家，期盼你们就像歌词里一样，绝不屈服，竭尽全力，永不放弃。因为没有尝试错误，怎能有成功的一天呢？祝福大家。嗨，各位毕业班同学，我是玉山老师。恭喜你们要迈入人生另一个新的里程碑。今年疫情严峻，我们都正在经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是越是这样，我们就要越勇敢越坚强，去面对人生，去迎接挑战。未来希望你们能不忘初衷，不忘持续学习，不忘关怀身边每一个人，然后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美好人生。祝福大家毕业快乐，开心。在校生致辞，在校生代表五年二班王友彤。校长、各位师长，还有即将毕业的学长姐们，很荣幸能够代表在校生，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献上我们的祝福。钟声回荡，在秀峰的岁月里响了几声几遍。相遇在秀峰校园，是一切的开端。我们试着用 Google 搜寻了成长，用 YouTube 订阅了回忆，用许多社群软体记录着彼此生活的近况，这是属于我们这个年纪的暗号。但当我们学会开始把握每个当下，珍惜有你们陪伴的校园生活，总是习惯看着学长姐们身影成长的我们，转眼间，学长姐们即将展翅高飞，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我们都是这样在秀峰成长的。五月，正是我们和学长姐们交接服务队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疫情蔓延，让大家都措手不及。黑板上的日期还停留在5月17日，我们匆匆收拾物品，而后是近一个月的闭关生活。校园里已不见学长姐们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内的朗朗书声，取而代之的是视讯镜头前一张张的脸庞，
以及线上会议室的讨论。虽然大家平安就已是线下最大的幸福，但匆匆分离，一句道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不舍与苦涩在心里静静地酝酿。今年初夏，我们虽然不能聚在一起，学弟妹们也无法在穿堂欢送学长姐，但相信总有一天，疫情会过去，欢笑会回来。我们等着学长姐们回到秀峰，看看这个熟悉的校园。终身一向，谢谢你们曾经作为我们的榜样。每一生终身的结束，都是下一个求学阶段的开始。即使没有了习惯的凤凰花开，毕业生季的祝福开场，那些属于秀峰与我们一同成长的日子，会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请学长姐们惜上师长谆谆教诲，与带着我们的感谢与祝福，在未来的日子里展现那自信而坚定的眼神，相信自己。也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学校、在路上、在任何一个角落相遇时，都能给彼此一个热情的呼喊。别忘了秀峰国小毕业的你们，在校生的我们，还有师长一直都在。在校生代表王友彤，谢谢大家。毕业生致辞，毕业生代表六年三班于子怡。敬爱的校长，亲爱的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同学，我是六年三班于子怡，很荣幸能在今日站在此处，代表全体毕业生诉说这六年来的感言。毕业致辞所描绘的情境，莫过于凤凰花开、离歌响起，以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在此，我想表达毕业最直接的感受，那就是告别。首先，我们要告别我们那熟悉的校园。如前所述，凤凰花开代表着毕业的季节，而在我们的生态池，可以真正体验的是凤凰花火红的美景。在湿地里，潜龟的移动速度让我们明白，乌龟要跑赢兔子是需要多大的努力。还有一只名叫米胖的小鸟，飞到了大半公室前，从此便再也不离开。只是一个小学的校园，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古事及确信？原来秀峰国小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更是一种温馨的氛围。告别了秀峰，恐怕我们将再也无法享受这份温馨。其次，我们要告别我们那辛苦的老师。手机通讯软件的发明，让老师免于打电话的麻烦，却也让老师在课后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与心力来与我们互动。渐渐的，我们明白，老师不是在八卦，他是在沟通；老师不是在监控，他是在保护。相较于课业成绩，秀峰的老师更关注于我们的行为以及品德。告别了秀峰的老师，我想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份关注。接着，我们要告别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我们是六年共同经历的分享者，也是彼此成长的见证。无论是相濡以沫还是针锋相对，我们绝对是以最纯真的心绪来面对同伴的交情。未来的我们或许会有更多元的人际关系，但是
再也不会拥有那最初的纯真。告别了同学，不管日后是沧海桑田还是物是人非，我们都是彼此珍藏的回忆。最后蓦然回首，启蒙时光历历在目。如今我们的翅膀已然成型，在展翅的那刻，我们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丝酸楚？毕竟我们真正要告别的是再也挽不回来的童年，以及六年前的那个自己。我的毕业致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唱毕业歌。
唱校歌。李晨